梦见被蛇咬。蛇通常会让人感到恐怖，也会让人非常不舒服。梦见被蛇咬主要还要引申为受到的伤害，被咬出的血则代表精力的损耗。梦中恶意出现的蛇多象征生活中碰到的麻烦，或者与性有关的反感与顾虑。梦见蛇咬到手，是表示人在做某事的过程中会遇到阻碍，或受到外界的阻挠干扰。女性梦见被蛇咬，多隐含了做梦人担心被异性侵犯的焦虑。梦见被蛇咬意味着不怕凶险，将交上好运。但是梦见在水里被蛇咬了，预示所咬的部分可能是疾病的潜在区。梦见被蛇咬，然后把蛇杀掉后，蛇又起死回生。未婚的人会找到理想对象，已婚的男性会有婚外情或者会有儿子。梦见蛇咬自己的妻子则是不祥之兆，会遇到忧愁不幸。梦见孩子被蛇咬则意味着家庭不和，带来忧愁和不幸。